说在抹酱的部分，其实我们已经有增加了那个所谓的一个纤维质，对，一个纤维质。好，那其实呢，我觉得说现在的人就是说也蛮鼓励大家哈，环保，环保其实也是爱护地球嘛。是。那吃素也就是可以爱地球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对。那我们或许现在真的没有办法说三餐我们都吃素，可是老师会给大家一些观点，有的时候是怎么样，一日一餐素，对，或一周。一餐素也可以。对，那其实哈，其实我们如果说不要把吃素把它变成说是那么样一个酱式，就是说刻板印象。假设你以前的菜，你的五道菜里面都是荤的，你在五道菜里面你去挑一道菜来换一下，哦，对不对？就是不会觉得说我是因为吃素而吃素，我只是在调整我的饮食，让我的那个营养再均衡一点。其实这样也是可以。对对，然后慢慢的从一道菜两道菜。再从一餐，好像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其实这个吃荤的这个观众朋友都可以接受。这个是素排嘛，然后我们先用油哈稍微把它煎一下。其实这个素排在星期假日的时候，就是妈妈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多煎一点，然后再把它放在那个冷冻库。对，然后这个煎好哈，最主要是今天我要让杨平品尝有两个不同的口味。是，比如说这个是现成的一个素排嘛，对。那如果说我们在调味上面哈，我们可以稍微去给它做一个变化。哦，怎么变化呢？就是把它的那个酱汁哈，我们加一点点的那个属于比较日式的一个风味。哦，好，就是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酱油，有点红烧的概念。对，有一点红烧的概念，加一点点的酱油，然后我们用一块的黑糖。哎，这个有点像那个照烧，照烧的那个概念。然后我们用这个一点的水，那个酱油跟水的比例可以到1:1，1:1，对，可以到1:1。好，然后这样子慢慢让它去收干。好，这个排如果说平常时的话，哈，对，我们可以多做一点，然后让它那个冰在冷冻，味道都已经入进去了，对，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就不用管它，它颜色变得很深了，对对，因为黑糖哈，像如果说那个妈妈在家里哈，黑糖在卤东西来讲，它可以让那个卤的那个食材会变成比较油亮，是，哎，比较油亮，好，这个我们稍微让它。等一下，好，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啊，就会在想说，哦，尤其这种这个咸咸甜甜的口感，对，一定是很多家里面的小孩子的最爱。对，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配方上面，因为以前我在带安亲班嘛，对，所以就会比较偏向那个小孩子喜爱的口味。那你知道现在小孩子哈，真的是家里的一个宝，对，而且小孩子现在那个妈妈那个大人生的少，那营养上面我们。相对的也会比较注意。对，那如果说以现在的素食来讲，快速的素食来讲，其实对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是比较不健康的。对，所以说有时候妈妈加一点巧思，就是在那个平常时我们先把它做起来，是，先把它做，有没有？你看这个颜色有点变了，恰恰恰，对，恰恰恰。所以其实杨平，我如果不告诉你的话，你真的不会知道。我以为它就是一块猪肉排，对，你不会觉得它是那个。素的东西，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点水，因为让它的那个味道更能够到我们的这个素排里面。那这个同时哈，我们的玉米浓汤哈，它也差不多快好了，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把这个石斛粉加进去哦，好，所以代替勾芡，代替勾芡，然后这个我们就是可以同时作业，是，对，这样子，哇，好浓哦，有没有？这个跟这个不输你罐头煮出来的浓度，还有它的甜度，那个稠度，对，那个稠度有没有？而且老师今天不是用罐头，对，我用的是新鲜的玉米，新鲜的玉米，对，然后一半的玉米粒，然后一半的那个酱是我们自己去磨出来的，对，嘿，好，就这样子，好，那在准备这个排的时候，我们的面包同时就可以上来了，是。对，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来做一个这个三明治的概念，对，三明治的一个概念。以前的三明治里头呢，还是会用大量的一些像那种老公麦芽莲子啊，对，就是美奶滋的这个东西，就是美奶滋。那我们今天呢，换一个方式，那其实也是让这个吐司啊，也都可以更有多的一些变化。那其实像杨平哈，我们吐司边有
时候我们常常会去那个把它去掉。对，那如果在去掉的吐司边哈，怎么做？可以，我们去掉的吐司边，你可以把它用烤箱，稍微把它烘一下，就是把它剪成那个丁状。对。剪成丁状，然后用烤箱稍微把它烘干，烘干了以后，像我们在那个食用玉米浓汤的同时，可以把它加进去，对，加进去，当一点点的那个什么脆片，对对对，这样子就可以了。那这个吐司边，其实如果说我们是喜欢吃吐司边的话，这个吐司边你可以随着面包一起吃，是比较不会浪费。但是如果说不喜欢吃它的口感也没有关系，对，好，就这样子把它去掉就可以。那我用的是这个专门切这个吐司的这个刀子，有没有这个？好，然后这个边我们可以留起来。老师，我们的玉米汤可能要稍微再关小一点。好，玉米汤可以关小一点。其实它应该已经好了。对，哦，对，它已经浓稠了，有没有？很浓的。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你看，很浓哎，有没有？有。我们没有加那个。没有加任何的勾芡，对不对？很浓，对，而且这里面是很浓很浓的营养。对，然后好的时候要起锅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瓢的素鸡精，一瓢的素鸡精，然后什么都不用加，这样就可以了。对，我同时也把一些汉方的元素放进来。对，像一般对。像这个我们也兼顾到所谓的一个药膳的一个养生。好，那我们呢就先进一段广告哈，待会我们就把玉米浓汤盛盘起来，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样子的改变过的一个三明治怎么样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继续锁定，稍后回到早安速速看。